啊，我惭愧啊，等着急了，咋回事啊？啊，你这米线老马上到了啊！姑娘照没照？等会儿啊！不是，那个在超市门口啊？不是，是啊，姑娘照没照？行，不是，我说你能别说话行不啊？跟你叔打电话，我都听不清了。那个大脚超市不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嗯，你别知道，姑娘照没照啊？我说你能不能别说话，行不行啊？是啊，聊情况吗？这怎么不说话呢？还呀？姑娘照不照姑娘？上次高帮相亲，不就因为你口条不好黄的吗？是啊。什么玩意儿啊？什么？那是因为我看不上他。什么玩意儿？因为口条黄的？我就说啥呢？就你这口条，我这一说话呢。暴露你智商，你知道不？什么玩意儿？一说话怎么还能暴露痔疮呢？还能？啥意思？怎么说？伤？你别伤疮，伤疮，你姑娘了。我说你能控制点了不是啊？不是，姐，姑娘着急啊，这是有。不是，你先用那手把你的舌头捋直了，行不啊？多脏啊！什么玩意儿捋直啊？你那舌头不直溜，知道不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就我舌头不直，哪不直溜？鹅鹅鹅，吹向向天歌，白毛浮绿呗，红掌拨了拨，哪不直溜？什么？哪不直？你告诉我，哪不直？你能告诉我哪句话是直的吗？啊？那你耳朵不好使，你别老说我干啥呀？坐我干啥？行了啊，什么玩意儿？行了，不是，别整没有用的了，又来着，你抄电话，这一会儿抄电话，一会儿就搁这车上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整这没有用的，姑娘来没来？来就去，不来就不去。别整这没有用。你先别着急，行不行？什么玩意儿？不着急啊？不是，你是干啥急呢？我就是给你介绍对象，你着什么急？你瞅你这不耐烦的样，你干啥呀？你这干啥呀？他俩谁不耐烦了是？那又激怒了，又激怒了。你外号大激怒啊？什么？别给我俩，呀，听着让人笑话，这干啥呀？这爷俩不去了，别整，站着看，是跟谁喊的？不去了。那你是我爹的事，这么吵了。行了，真的啊！你说你不找我咋找啊？你说是不是？你找你，我找我，分出轻重呗。那怎么整？咱俩不组合吗？还分啥头啊？啥玩意儿就分啥头啊？行了，别道歉！你看我还跟你赔礼道歉。你刚才把我心情整不爽了，你知道吗？赔礼道歉！你这些情绪上不来，怎么相亲呢？我错了，行不？大声赔礼道歉！我错了，爹！别整了，行了。赶紧的事，干啥呀？整立这二天姑娘马上来了啊！这是不立了吗？姐，等等，你把那驴牌整好好的。你这光说我舌头，那是驴牌啊，那是 L 驴。那我就会那拼的乐于驴呀、啊。行了，你看，哎呀，得了，别磨叽了，那裤带哎，把你的爱马仕露出来，标啥的？哎，脏不脏啊？脏不脏啊？什么玩意儿爱马仕啊？这标漏了吗？咋整的？这呼呼满嘴漏风，你跟风力发电站似的呢！哎呀妈，跟哎，谢，哎，干啥呀？哎哎，你把钱给我！我说你这好练着，你还怪狗呢？你这还这帅啊？嘿、哎，带劲不？这帅啊？不是。我嘴里这金牙你用不啊？别来个话，啊咋的，长贵啊？啊，那行了，那不来拉倒吧。那不来的话，那一会儿我上大脚那我自己看着得了。那你也别来了啊。那行，好嘞。嗯，是，到哪儿走啊？姑娘今儿有事来不了了，你说这整的啥呀？谁什么玩意儿？姑娘说有事来不了了，没听清啊？啥事儿啊？你们这整的、啊？梳洗打扮都完事儿了，还这不来了呢？怎么还呀、啊？
谁没个事儿呢？下回再来呗，是啊。什么玩意下回再来呀？这是多伤感情啊，这呀。你这伤啥感情？这么着，那你这事儿呢，就是你今儿没着落了，正好你陪陪爹走一圈得了。你看你多没正形、啊！不是你大小婶不也独身呢吗？正好谁？你大小婶不也独身？我发现你，发现你这人就是不是看大腿就大脚的，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呀，你看你这啥大小婶啊？这漂亮！你跟人说好的组合组合，这怎么又分我挺重的了？这不是我不行，你不没完事吗？你这不有下一步吗？这不吗？你啥下一步啊？你给我整伤心了，你就我。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不行吗？不能去，你去吧，不能去。不是你这孩子，这心情啊，全让你整没了。这心情，回家酗酒吧，堕落。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已经把我整到自杀的份上了。不是，我说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是还自杀？你吓唬谁呢？是啊，吓唬你啊！啊，你以为我吓唬你呢？是不是？看着没？干啥呀？笔、生命线画断，自杀。说你这还有对自己那么残忍的事啊？残忍的在这儿呢，看到没？婚姻线花断，让你断后，哎，断后，哎，那你什么也找不着，哎，你去吧啊，你去吧，拜拜，哎，你去吧，来，你去吧，来，哎，我就自己去。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走，你把车开着，我咋回去呢？哎，你给我站着，回来。